听哦 ，Sophie， 侬勿准考 B， 好吧？这 B 我去帮侬解决。喂，是 Gary 伐 ？Gary， 侬更加有意思了。Interesting， 阿拉两个人是 know each other for 有段辰光了吧？侬搿种当身啥就骗骗 Sophie 搿种 innocent 小姑娘而已。但是我是打了呀，侬当我是 idiot 了。哎，侬还是以为我阿他妈里向跟侬一样是 empty 啊？侬得 cancer， 侬哪能勿得 HIV 啊？侬以为侬立在一个安全世界里了？侬当侬自家是欧巴了？哎哟，我真的 exciting 了！我帮侬讲 Gary， 侬想帮我 play 搿种 tricks， 侬太痒了，侬明白伐？侬去帮我 sex 一起，侬去洗呢？哼，搿张 picture 啥意思啦？侬 hair 呢？进 prison 了？啊？哪几的？哎哟，对不起，对不起，我洗了一句洗的是 kidding 啊，就是发疯啊，勿是真的让侬去洗呢啊！哦，勿疯勿疯勿，好好好，侬讲侬讲 ，I'm listening。嗯哼，嗯哼。Sophie will never know. 好吧，我现在就帮侬 promise， 侬的 secret 我帮侬 keep。好 ，Gary， 侬一定要坚持哦。喂 ，Sophie 啊，哎呀，我真的真的发开了 ，Gary 得 cancer 了。我是 Papi 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在这里要向所有叫 Gary、Sophie 或是 Debbie 的人说一声不好意思，我对叫这三个名字的人没有任何意见，而且我身边没有叫这三个名字的人，所以我不是很 care。最近有一句心灵感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可千万不能胖。